嗨嗨，我还没加刘海。嗨嗨，大家 ，Hello everybody。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穿这个，没有为什么，就是我纯粹衣服，就是对，就很想今天穿不一样。对，你们还没看过的衣服。呀，我的眉毛太深了。我今天用不是平常的，我今天用眉笔画，不是用眉粉画，所以颜色看起来超深的。不知道我发色越来越浅，然后哦对，今天一小，因为上次播了6.5，但我跟你说，这件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一直收小腹。小腹没有哦，我眉毛画太深了，我把它弄浅一点。谢谢泡泡幸运世界茶，谢谢云南的捣药厨，嗨嗨！不能调松紧，是只要放松肚子就会跑出来。所以这果然适合精致妹，精致妹子，对，我可能不够精致，我小腹，我不是精致的妹子。不要说会怎样，不要啊，我是偶像哎、欸，我怎么可以让你们看不要说小腹的偶像？我已经让盛典已经让你们看到一点都不偶像吃法的偶像了。今天看不到肚子吧？看得到，是因为我现在收小腹。今天挂听没工作，好，谢谢冰车选的捣药厨。对，我上次已经给你们看到不是正常的偶像了，那个吃相。边挂听边烤肉，也太幸福了吧！我也要吃，谢谢俊泉的月儿赛应援。好了，我来加刘海，今天只有一小哦，大姐。从前对妈妈说谎，翻山越岭只为能与你拥抱一场幻想，像红妆。后来你去了理想，谢谢阿龟的。挚友包包，谢谢抓肯的中秋会员票。听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果你有一个11月生日的女生朋友，你应该要送她什么生日礼物呢？谢谢卷小兔的中秋会员票，谢谢抓肯的中秋会员票。哦，你说怎么跟我的生日月有点雷同吗？那纯属巧合。我记得上次有人问了我这个问题，然后我记到现在，今天要来帮大家解答了。好具体的话题。等我分一下刘海啊，等我夹一下它，我要美美的直播。在9月先讨论11月，对对对，因为上次有人提问说，如果你有一个11月的朋友，该的11月的女生朋友该送她什么礼物？哦，朋友11月生日，但不知道送什么。哦，先给我一个女生朋友，解救众生，最实际。以下是我的那个。户头的 QR code 请直接没有。如果你会希望别人送你什么，我都可以啊，我只要是，就是你们知道，只要是精致女生会喜欢的东西我都想要。
等我一下，我快加好了，等我一下下。虽然今天没有什么特别弄什么妆法还是什么之类，就是一样正常的直播妆，但穿不一样的衣服看起来就不一样了。等我一下哦。就投降，谢谢黑流星的仙子之树。但我只想问你一句，你爱过吗？今天一小时，好看吗？等下我的小腹给我收起来哦。我跟你说，你们可以之后期待一下这一套，因为它真的蛮好看的。然后我的双眼皮是回家了，是不是？快点下班呢 ，Hello。它是裤裙，对，然后所以它很好看。哎呦，早知道就不要穿这个，我现在都要收小腹。我后悔了，他这好像可以放松一点。嗯，看来他只是装饰用的，没关系，我很瘦。谢谢洋洋的守护许愿瓶，谢谢思琪的挚友包包。要换衣服吗？没关系，我可是精致女生的，怎么可以有小腹呢？我没有小腹这种东西。为什么没有声音？谁有小腹？有小腹都给我出来哦！谁有小腹？对，我要拿喵喵来打，我想重贴双眼皮。看笑话，我不想要这个小腹，我要小腹，对，所以会不会变不见嘛？会哦，对，我要小腹，我不要小腹。谢谢天灵的会员票，反正就不用收小腹了。我等一下会打，我先重新贴个双眼皮，它看起来很让我就是感到焦躁。谢谢思琪滋补的守护灵，谢谢。双眼皮上班，好了，算了，他尽力了，算了，没关系，今天只上班一小时，直接美美的感觉就有很多解除。我要拿喵喵来了，我的肚子好酸，一直在生气。给你们看，它是这样子的，它是这样子，嘿，它是一个裤裙，它超好看的，它是这样子，它是这样裤裙。这是一片裙子，后面也是一片裙子。我没有小腹，我没有小腹。谁有小腹啊？谁？给我出来讲啊！
谢谢哇，谢谢天灵的香槟 Level One， 耶！他还是不上班。起床，双眼皮，怎么可以只有你罢工呢？你看变单眼皮了，对啊，布丁头还是长出来了。啊，他罢工不行哎。哎呦，等我一下下，我一定要把它贴好。不然今天穿那么漂亮，然后截图一单一双，我疯掉。哎呀，对啊，那一双双眼皮今天请假，真的眼皮其实没有出油哎，但可能我在水中消暑。三言两语我就投降。只想问你一句，你爱我吗？比郑嘉玉还布丁，谢谢，这个蛮好笑的。比郑嘉玉还布丁。谢谢玉松的旅行支票。好了，算了，就这样吧。到底为什么？不仅承认，谢谢林果的月赛应援。你们不觉得这种衣服就是很有气质吗？然后我抱着喵喵，然后把我其实抱猫猫喵喵可以抱鞋的，我到底在讲什么？谢谢 Train Child Two 的月饼气球，可以救救你吗？可以了，我准备好了。谢谢世豪的月赛应援。谢谢包子的啾啾你，谢谢抓肯的啾啾你，猫猫绕口令，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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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扣了什么？谢谢康妮的红玫瑰，嗨嗨，好诶，谢谢阿 Kira 的啾啾你哦。大家有看那个？有看《念摩汉摩 rumor》的无根无据 rumor 的 teaser 了吗？有没有看到莉莉呢？我很怕我念错，你知道吗？念错就要被笑，而点睛好笑。我是不是还是适合开动的刘海？是不是全部齐的太呆了？没看到你在哪吗？哎，我跟你们说，你们赶快去看一次 teaser。
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你在最后的 ending 的时候按一个暂停，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旁边是邱品涵，我整个比所有人还巨耶、欸、你知道直接高麻油半颗头吗？到底是 hello， 到底是 hello， 我直接高人家半颗头。我直接高人家半颗头 ，C 图看起来就高了，高了是不是？哎、欸，你们自己去看最后一幕。我真的看起来很巨耶、欸，超巨，巨到爆炸的那种。你看，因为我旁边是品涵，然后你把那个就是大家的水平线这样丢丢丢丢丢丢丢过去，只有我一个人多人家这样子哎、欸。对啊，这个差距，我真的告人家半颗头。我腿本来就很长，好不好？大家期待吗？还想再等高吗？还是可以等到170啦。这是要直着看的意思吗？前辈们的心 MV。青春哦，夏天的感觉。好夏天哦。娜娜桑的那个声音，好有一起出游的感觉啊！啊，伊丽莎，啊，娜娜桑，啊，好可爱，都穿，好不好？再看一下。不用犹豫了，一件给我，一件给你，我们一起穿。看那伞好可爱，再一次。谢谢天灵的香槟 level one， 娜娜桑，啊，又一闪，哦，我的天哪！人美前辈也超漂亮的。我忘记充电了，忘记充电了，还要没电了。
说，对啊，有听说。谢谢 CKU 的告白气球，谢谢。呀，我刚刚错过了好多。对啊，用那猫给我们全景哎。谢谢 Draco 的真情告白，耶！哦 ，Mokio， 好甜哦，喜欢。啊，哇，这是夫妻视角吧？再看一次。机房赞助，真的假的？天哪！小偶像好想要，我喜欢这一段，哈，我的天啊，好爱哦，还偷拍啊，再看一次，好可爱。啊，ゆうじさん。这根本是满足各 CP 粉的影片啊，的 MV。这都是 CP 耶，我的天哪。好爱哦，啊，好可爱，ゆうじさん。ユーナ、わー、天哪、好可爱哦，好想吃哦，我也要吃，可以帮我吃一口吗？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天哪，好爱哟、哦，好可爱哟、哦，好可爱哟、哦！我也想去。你口水擦一下。MV 超级赞，超级可爱的，对，色调很舒服。忘记，不会，没有，今天没有要出门，今天就是纯粹自己想要打扮一下。
一下心，你那一个苦大色，嗯哼哼。谢谢冰川给真情告白，好幸福哦！第一遍看好久，真的。你这样没 CP 的好可怜，什么意思？那我自己去重生。我也想去。你嗯，是。谢谢四号，救救你哦！耶、yeah。妈咪刚刚放太大声，我都听到了。哎呀，我可你可怜的，哇哇哦！大家有看那个文总的那个上野公园で会いましょう。谢谢四号的救救你哦。Yeah。 手肘要先几次贡献几次观看跳超高有看，谢谢林果救救你哦。Yeah。 谢谢哟。我跟你说那个煎饺超烫的，它是在全热的时候吃的，还在冒烟的时候吃的。我好吗？フロンド。フロンド是什么？おめでとう。前面吗？还是什么？是有钱？去吃中间还是去上野？都去。那家好吃吗？我印象只有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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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nt 啊、oh ，前面是不是？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嬉しい。1234，大家可以多多去留言哦，各种都要多多留言。Front member 啊，他写成阿里嘎多，还帮我翻译成英文。大家可以多多去留言。莉莉跳超高，莉莉吃饺子，莉莉超级烫 ，YT 还是 FB 都可以留。你们想留哪里都可以的。我跟你们说，我咬下去我就这样，好烫，好好吃，好好吃，嗯，可是超烫，超级无敌烫，超级无敌烫，对呀，好好好好烫，留心一下，三个都要留，看你们啊，不是肚子烫的，是吼吼，嗯，好烫。可爱有趣留言吗？如果发，分享空妈妈 ，Hello 上空班娃，空班娃，祝爱是多爱吃，呀，好谢谢，嗨。玉江三班的位置的那个对，刚去，现在去刚才大家 ，OK， 没问题，大家留言留起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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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在放这首，但我没有要听这首的意思，我只是刚好点开来。很烫，那个煎饺超烫。好，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上一次的话题，还是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讨论的？欢迎大家提出，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チャラくていいね余裕ない二人だったし気づけば喧嘩ばっかりしてさごめんね反正也才啦没关系不用没关系不用是这么样就对你就是刚话题你是说那个11月的那个话题吗不原地结婚太可惜哦，没有，他们已经结婚了。他们上一次的那个两人的控是结婚典礼，他们已经结婚了。你刚刚不是结束他，我还没结束他，那是因为我们有其他要聊的，所以我们先暂时结束他。虽然不就不惊喜，没有，可是有人问我，就是要给我给点意见。谢谢念然的红玫瑰，那个报告其实还一个月左右。啊，不然在场的各位，你们会希望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如果是你们的话，你们会想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小偶像的生日祝福。嗯，非常实际。不要问，问就是娃娃。台地。iPhone 14，我想买、欸。想买14，请我吃饭就好。吃什么？问就是握手券，田丽丽的握手券，我先帮你填好再送给你。我先帮你填好，然后再送给你。你只可以填丽丽这样，有送就好。剩多少？自选礼物很没，那很务实，就不会送到你可能不需要的东西啊。不器用なとこも全部全よ。いいじゃないのドライフラワーみたい。你填完不就变废纸？什么意思？平常用得到的东西，平常用到的东西，不然就是偶像的周边也不错。物が揺れる、きっと私も透過してる。暗闇に色彩が浮かぶ。摔破玻璃贴。明年我也不知道，敬请期待咯。请期待。一年送我两款卫生纸很实际啊。长大觉得先问好，不然大家都乱送。
可是我就是我觉得有问一下比较。可以问个方向。奇怪，为什么我的指纹解锁一直不能解？这样就不惊喜哦。好啦，嗯，是也没错啦。手机没有是 iPad， 要解锁我的 LINE 一直解锁不了，因为指纹也不行。好きだよ。需要给大家几个大方向，不会错的吗？你有眼神就可以解锁我的心。iPad 跟你说要换14。这边不能解，没有。我跟你说，我后来要再重新扫一次我的脸，现在都可以解了。他没有在，是因为我化妆的时候才给我解了。给你们几个大方向，就是我喜欢的那些牌，对，基本上都不会有错啦。就比如说，某袋鼠家的帽子之类的。他能辨别化妆跟化妆，没有，我的意思就是化妆跟卸妆差太多。价格，还说什么？还好有吗？某袋鼠家的帽子没有超过3000吧？有吗？还有某潮牌 T 也可以。哈哈，还有什么饰品吗？手写信，你们不管怎样都就是想不到送什么都可以，你们只要是一封手写信。袋鼠，我没有袋鼠的帽子啊！谢谢中影的啾啾你哦，耶、yeah. ，所以要实体一样的吗？我有看那个。袋鼠家的白色毛毛帽超可爱的，原色家才刚好牙线，太会，什么意思？还会选拍着袋子送给你？哎、欸，你知道某些袋子也很有价值吗？对，我觉得你们不管怎样，你们可以不用送礼物没关系，但一定要给手写信，一袋手写信。对，我喜欢手写信。讲太精准，大家就都会装。铲子过期的葡萄籽有什么意思？那些袋子还有另外买？没有啦，没有，我就是随便讲讲的。送不到的信有这首歌哦。有啊，本家新的，我刚刚才听。哎、欸，我觉得这一件跟我今天一整套都是 S 加的。S 加的，好想拍照。抱きたくて両手伸ばした始まりの裏がいつまでも。哦，我跟你们说，你们送一个东西绝对不会有错。谢谢听的啾啾你哦。耶，前辈的周边。谢谢柏城的仙子之树，谢谢。
你们送前辈的周边绝对不会错。一日チャンスが到来。下午夜配的，下午夜配什么？谢谢林果的缘分相遇。白色款好受欢迎，什么白色款？何でもできない。白色款什么白色款？午後は私繰り返し生きがせて光輝く方へ今走り出して歌いたかったんだ。来看看在哪里呢？娘娘前辈，你知道他今天发了是不是？他今天有发什么？和 Lip Two 的吗？どこまでも私たちだけの未来。对啊，哦，对，我最近被年年拍烧，我都被烧的体无完肤哎。戴什么帽子啊？戴什么帽子？对，我最近被那个娘娘牌烧的体无完肤。我跟你们说，我就真的很想要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时尚的人，然后开一个牌子，然后跟娘娘前辈一样这么厉害。你知道我的手机被剁了又剁，剁了又剁，拿出来再剁了几下吗？怎么的梦？我手被拿出来剁了又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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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了再剁，它已经变香肠了。变肉酱。どこまでも私たちだけの。怎么会再生？这又长长得又多？没有没有，就是那一同一块一直多，一直多，一直多。张宇，对，我是很多手手的，手这么长的原因就是它可以一直多，然后再生这样。可买了中秋烤肉。一学期一期，笑死！变成泥了，想泥了，想泥了。壁虎的尾巴，哦，要被笑死！哎，我有跟你们说过，我很害怕壁虎这件事情。我不怕蟑螂，然后对，但我怕壁虎，怕蚯蚓，怕。水蛭怕阔鱼那种任何黏黏软软的东西，我觉得超恶心的，我没有办法。老鼠不怕，但我怕什么蜈蚣之类的那种。黏黏软软家里也不想出现吧？可是像那种。以前学校操场下过雨之后就有很多蚯蚓，然后就觉得很恶心。我看到它的移动就觉得很恶心。哈、啊，我有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听到什么？壁虎黏黏没有，就是它长得黏黏软软的。两只壁虎向上爬，我快昏倒。不太黏，可是它就是看起来软软的。我不行，毛毛虫，就我不能看起来它会这样子的那种。蚯蚓没有黏黏软软，就是它的那个形状，我不行哎。形状还是我怕的东西。壁虎会叫，过那个软软的。我不应该自己开启这个话题，我们换话题好不好？好恶心呀、啊！我的布丁头长出来了。超长的布丁球，壁虎还需要动？南部会叫，真的假的？会蠕动，对，会蠕动的就不 OK。然后你看那个壁虎在爬的时候，它尾巴会讲，然后就觉得不行哎、欸，不行哎、欸。
我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唱唱唱唱。屁股就会不会，不要把头跟尾巴接在一起，还叫很大声，真的假的？壁虎会叫哦，面对面，不行，我真的觉得不行，蠕动的不行，对，壁虎叫你没有，壁虎会叫，没有，我看到壁虎就会躲很远的，根本不会轮到我，对，壁虎叫的像电铃，按键都超大声，真的假的？左水吸引男会叫，我靠，夸张！对，我看到壁虎会叫的比他更大声，所以大家我是那个土拨鼠啊！臭小子壁虎不行，我看到他我就整个人不好了。你可能听过，但不知道那是壁虎叫。要混在一起了，手工不行，眼睛大大很可爱，我不觉得。那怕蜘蛛还好，太大只还是会，但小只还好。还可以不行，蝙蝠，他不要他。蝙蝠不过平常不会看到啊，整只绿色不行，会怕蝴蝶，蝴蝶不会。壁虎讲过来，先不用。蜈蚣有一点，老鼠还好。我真的就觉得那种裸体的，就是你看蚯蚓也裸体，然后。壁虎也裸体，那种不行。啦啦啦啦啦，哒哒，录音不就很怕？还好。谢谢吉米州的紫普的守护灵，什么昆虫没？啊，青蛙不行，没有很可以耶，我觉得那叫什么蝌蚪也不行，对，没有，就是对他们裸体不行。仓鼠还好，仓鼠还好。青蛙或台，他们不要靠近我都没事。他们会脱衣服没有？他们裸体。但是蚯蚓跟壁虎是肤色的，他们本来就没穿。对，接近皮肤色会蠕动的东西不行。小强我可以啊，小强我不会怕。蝌蚪不行，蜥蜴成员太可怕，两只不行，蟾蜍不行啊。月裸体四四软，你怕吗？我小时候很害怕、欸，就是我跟那个，我跟妈咪会去传统鱼市场，然后就买鱼，然后有些那时候就是鱼有些还活着，然后它就会在那个冰上面跳跳跳跳跳，然后我就尖叫，然后躲在我妈后面。仓鼠裸体 OK 吗？仓鼠还好，仓鼠有毛啊。你怎么把话题带回来？跟妈妈喜欢不合，完全不合。他之前都会说：“哎、欸，佳丽，我今天解剖了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可以，谢谢，不要拿给我看。”我跳跳声音，大家可以差不多可以开始就是打内容了。我要念榜了，今天只有一小。
那个 Draken 的告白气球，谢谢。谢谢数学课本的一封信，谢谢木婷的缘分相遇。谢谢 Popo 的一封信，谢谢数学课本救救你哦。谢谢，对发发贡献后我都不想跟他讲话。好好说，哎，我今天什么解剖了什么什么，说没关系，你跟别人分享。你要觉得已经说过法法都跟他分享他解剖了什么，他已经很受不了。没想到我也需要，就是对遭受到他解剖了什么东西。谢谢北原的行李箱，光影之类，不行，不要再把话题带回来了，我好不容易再把话题拉走了，我的天。谢谢幻影战士定情物，先不要，就多嘛的，先不要。好了，我来念榜了啦。可就不能不是裸体，不行啊！然后我很害怕看到血。谢谢 Popo 的滋补的守护灵，不是耶，彩姐的声音，彩姐的声音，山门彩前辈。谢谢林果真情告白，谢谢。换话题，那个话题太可怕了。大家要念榜了，要取爵哥的修炼吧？但爵哥不会解剖啊。人家有可不是熟悉。谢谢天灵的钟情玫瑰 level one， 谢谢。好了，我要念榜了，大家。第一名是幻影战士，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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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谢谢看你们的，耶！我每天都很美很正，谢谢，谢谢。谢谢第一名的幻影战士，谢谢。第二名是天灵，谢谢天灵。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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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那个拉走了。噔噔噔噔，我是被拉走。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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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二名的天灵，谢谢天灵，谢谢。我是妹妹跟丽丽，耶，赞赞。谢谢谢谢第二名的天灵，期待看到你哦。谢谢第三名是 Draken，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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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三名的 Draken， 谢谢 Draken， 耶。袋鼠白色毛绒就已经闪亮亮的力，我会闪亮亮的。哦，你们如果不想要撞的话，那个它还有一个袋鼠夹，还有一个绿色的帽子，就是当初娜娜前辈同款，但我被所有人制止不要买绿色的帽子的那个帽子。但我其实很想要，我想要了很久。我每次看到我都会经过，然后再看一眼它，然后再走出来。对，他们都叫我不要买绿色的帽子，但我就很想。也同款，你知道吗？我就算出门不能搭配，但我练习的时候可以戴啊。对，然后他们就对我给你们那个果绿色的那个袋鼠家的猫猫，对我想要很久，但他们 always 制止我不要买绿色的猫。等我想看大家的留言，谢谢第三名的 Draken。乌龟也不算裸体，但乌龟不算裸体，没拉着看。你不是说不要绿色吗？那我就我还是心心念念的那顶帽子。我只要每次经过袋鼠家，我都会进去看一下。
拿出别的颜色，别的颜色就没有跟前辈同款的意义了。行啊，那说到臭豆丁一样，那我就请当初叫我不要买绿帽的各位跟我一起戴。哎，对，我可以绿色帽子配那个娜娜前辈的绿的那个艾迪达 T 啊。啊，我已经有一套搭配可以戴了。他还期待绿帽，给杰哥笑死。好了，我要继续念榜了。然后第四名是林果，谢谢林果。他怕没人喜欢，身上就是裤子。难道影片可以看的？你怎么会有感觉呢？期待下方，我也期待。谢谢第四名的林果，谢谢林果，耶、yeah。第五名是数学课本，谢谢数学课本。这把算了，再看你怎么帅不？我坐着就能帅。好，算了，我还是当气质真美好。谢谢第五名数学课本，谢谢第六名是思豪，谢谢思豪。肚子请放松，我有小腹，我只是收起来不让他们出来跟你们见面。对，我肚子在叫了，可恶。终于是有一件。点完五三男的再同一家，那男人救命是可爱本人，谢谢。既然我是可爱本人，你们就要多多去留言。好像期待期待，我也期待期待，期待期待期待大家看到的反应，大家可以多多去留言哦。谢谢第六名的思豪，谢谢。第七名是 Ting， 谢谢 Ting。再让我好好想想吧，要送什么？小鼠。谢谢第七名的 Ting， 谢谢 Ting。手写信就是最好的礼物，推荐大家一定都要好好的写。对，希望这次生日会可以留下很棒很棒的回忆。对，我们都有在努力的想，对，留下很棒的生日会的美好回忆。Yeah， 我每年都很期待生日会，因为生日会就是一个完全我们自己 idea 的东西的一场活动。对，所以我每年都很想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对，我也会今年会努力的想。对，但关于那个明信片呢，我还真的还没想好。有稍微想了一下，但就还没有完全的想好它。对，有大概有一些构想。构想。谢谢第七名的 Ting， 谢谢。第八名是中影，谢谢中影。撸起来，撸起来，这个宣传期一定会瘦。撸起来，这宣传期会瘦，会瘦，真的会瘦。谢谢中影。第九名是包子，谢谢包子。哎，包子，你没有打内容哦？对，你在烤肉，好，你慢慢烤。哎，烤香菇给我吃，我蛮喜欢吃香菇。哎，我是没有跟你们说过，我喜欢吃香菇跟蘑菇，但我不喜欢金针菇，因为它会 see you tomorrow。 哎，它叫什么？明天见， see you tomorrow。 对，但我其实不喜欢吃金针菇，不是因为它会 see you tomorrow， 是因为它会卡在又不是那个吗，戴牙套，然后它就会卡在牙套里面，就跟水莲一样，它会在牙套，不是牙套上，就是在牙缝间卡好卡满。因为我们在牙套是牙缝比较大，然后他每次只要吃金针菇的时候都会卡在牙缝里面，然后超级无敌难清，超级。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很喜欢吃金针菇，但我喜欢吃奶油金针菇啦，前提是它是奶油的情况下。我的肚子又在叫了，不要再叫了，很丢脸。肚肚忍住可以吗？谢谢第九名的包子，谢谢包子。第十名是阿 k i 谢谢阿 k i 嘟嘟嘴饺子，你很漂亮闪耀，对，可以 OK 的。
那个饺子真的很烫哦，所以大家真的要忍耐一下再吃哦，不要因为它很香就马上塞嘴巴，很烫哦。对，我那时候选的那个酱油是有辣的酱油，然后跟你说那根本就是没有到冰火五重天，就是很烫，很烫又很辣，然后整个嘴巴快烧起来，你知道吗？我就不行，我要美美吃，那是蟹肉超级无敌烫，我快要不行了。嗯，很好吃，超好吃。然后那个心中在淌血，又太烫又太辣了。谢谢谢谢第十名的阿 K 啦，谢谢第十一名是 CKU， 谢谢 CKU。哎 ，CKU 没有打内容哎，谢谢 CKUDMK。谢谢第十一名的 CKU， 谢谢。第十二名是波城，谢谢波城。中标这家，好，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好起来，早日康复。对，我会帅炸帅爆，我只要站着就帅炸帅爆，而且我没有偷笑，我只是这样而已。对，我可能没有笑就像在笑。对，谢谢第十二名的波城，谢谢。第十三名是 Popo， 谢谢 Popo。没有认识的女性朋友就可以不用考虑这个话题，真的吗？但你的头贴的偶像好像也是，十一月生日的女性朋友，对，对，嘿，硬要拉娜娜前辈一起，谢谢第十三名的婆婆，谢谢。第十四名是北渊，谢谢北渊，真的发文希望一定喜欢，发什么文？发什么文？发什么文？我也期待六单，耶！期待一波。谢谢第十四名的北渊，谢谢。第十五名是冰彻玄，谢谢冰彻玄。弟子一豆赞，如假如赞，假巴金困，有单帅爆啦！我站着就帅爆啦，我气场一出来就全开啦。谢谢第十五名的冰特神，第十六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谢谢第十六名的黑流星，谢谢。头发染绿，先不用。谢谢冰帅神的许愿瓶，还有一生的卡片，好啊，可以开始早点开始准备，一定要好好写，有没有人乱写过？没有啦，没有，没有人乱写，大家都有认真的好好写出对我的爱。嗯，去年在学习当中创意名片，没有，我在努力。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没有跟去年一样有那种火气章，大家会比较少，就是会少买吗？你喜欢香菇？香菇蘑菇？我喜欢蘑菇，金针菇姐姐，它叫金香菇，它不叫金针菇，它是金香菇。香菇超好吃，韩国金针菇，笑死，牙套天地。因为牙线是没错啊，可是它就是一直会一直卡住。杏鲍菇还可以，但要看料理方式。啊，我们要唱这一首，对不起。还没吃吗？还没。不会，不然你肯定还是很用心。那期不是说到才知道吗？但我就一直跟大家说，就是对啊，但我很怕，因为那个二十岁其实是特别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去做的。虽然我每一次也都花很多时间用心去做，但是我很怕大家觉得没有像二十岁那样浮夸了，就没有诚意。我其实也不知道，真的
明天见，姐姐。但姐姐超可爱，谢谢啦！喜欢也不会因为没有火鸡肠就不买，耶、yeah, ！谢谢大家。我还是没办法再活下去，还是买啊？二十是特别的 ，Good guys， 我也能看到你，可是呢？哎，嘿，对，请持续锁定。没有啦，那就是拍个宣传片。对，诚意不是靠火气吧？但我很怕大家觉得我没有火气就没有诚意了，这样子。我已经看到没有，那感觉很毒，真的蛮毒的，因为它真的蛮臭的。等下，我刚刚跟你们说什么？我忘记了，我要说什么？谢谢光泰的花之丸，他那把不用我业配的太好笑，什么意思？你说找其他成员帮忙穿衣服吗？怎么可以画成等号？我怕大家觉得我没有像上次弄火气一样就没有诚意。上次的 view 本来提升，我刚刚要跟你们说什么？我忘记了。谢谢 Dragon 的真情告白。我刚刚要说什么？好烦了！我刚刚说什么？我忘记了。我刚到底要讲什么？我要讲什么？不是明信片，好像不相干的东西，我忘记了。我来看一下，从大家的没有头像。算了，我忘记了，不相关的东西。但我忘记什么东西了、啊，反正我如果有想到，我就下一次直播再跟你们讲吧。但我真的忘记了，我真的应该去吃银杏、欸。微积分第二章，我就想起来又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就好像，对，我最近很常忘记，事情太多了。好啦，大家说拜拜呀。要 say goodbye， 小垃圾的你就会忘记，他这么了解我。你买银杏会忘记吃，谢谢哈。这边定期问心，不一样。等一下，快要想起来了。算了，大家拜拜，拜拜，拜拜，耶，拜拜，耶。